祝父母节就要多回发展基金会苗栗演讲，今年是邀请的是被七家一等人台的老人家，韩国三义乡有意人的声音呢，乡下来唱客家歌，一条声音呢还用口头方好多话来传一条阿公阿婆听着该闹的丧父，老嫩乡下听落感受沙飞的温情。阿伯公阿伯婆同三姨用个声音呢，向下跳舞，唱客家歌，感受听到的气氛。一条声音呢，还为阿伯公阿伯婆作为动铁片的战袍，我本见一条又长又派条的双重鼻水唱歌喂。动听，动听啊！动关系。这小做为产妇与中医嘛？哦，有，放假，真好啦。哎，阿姨那做为啥？你有中医吧？有家是。像扑克牌啦、羽毛啦、个安尼棉球啦，当多安尼多彩多当多种颜色安尼材料吼、喔，来做战袍，送本也着阿公阿婆。发展基金会苗栗县镇同一上海的老人家天数，伫祖父母亲以前特别期盼老人家从国的避税，故地老人家行出国卡同新年内未听到，还个更输提防的问题。啊，亚礼拜一就是阿公阿婆节了，哈，因为新年老老人家其实有懂浓厚的一个传承的意味在里面。希望亚亚老人家要唱歌的比赛，本亚排行要给的天数来加油。土亲用功，出台庆祝，祝福母节。基金会每位的今年主办举办半夜半场的，我想邀请苗栗区150个、60个老人家向下来吃饭，不过也是抢目睹。两种的钱，希望大部分托会有行卡多的好心意来听几乎安内烟女街道六十个老人家每组的过快乐的半夜班，学生们容易诺，没有力波头。